和欢乐，圣诞快乐！掌声。亲切用中文向大家问好，宋智孝穿着应景的红洋装，为代言美妆来到台湾。One more, three, two, one, 恭喜！获得和宋智孝单独拍照的机会，粉丝可是要漏夜排队，还要买5000多块的礼盒，接着再经过抽奖，这幸运中奖的几率只有1%。那时候大概排多久？排2小时。有人买2-3盒有，可是想要多一点中奖机会。对，所以没有抽中，还是有点小失落。对，很失落。然后会不会觉得金钱有点高？妈妈觉得。所以家人不同意。对，如果用得到的话，就会很值得啊，对啊。啊，如果我自己用不到。厂商看准宋智孝的魅力，推出美妆礼盒，每盒5520元。宋智孝来台前就卖出300盒，厂商进账165万。明星加持策略奏效，因为近70%的购买者都是宋智孝的粉丝。我个人觉得是蛮高，但是因为很喜欢他，所以我是就觉得说还是值得吧。但是我把那些东西就是分给同学。自己是单纯为了这个抽奖机会买的。对。请来明星加持，加上抽奖活动，果然增加了品牌曝光度。虽然日前李敏镐所代言的巧克力因为抽奖不公引发争议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产品业绩销量大大提升。记者黄一文、钱如恒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